先谢谢各位十号球迷到场加油。在这场比赛之前，他花了很多时间训练做准备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比赛，这场比赛会是非常重要。那赛前他就让自己进入一个非常集中专注的状态，上场就是拿出全部丢好球。当然，我们这个就是自信的表现啦。来，接下来呢，这今天的队友准备也相当帮忙，在每次大男友回击的时候呢，都可以完美的来帮大男来解除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大男的好朋友陈俊秀也打了一支全垒打，有什么话要跟队友还有俊秀说吗 ？I feel very happy with my team. We're going quite together. Everybody has been good evening. Thank you all for the briefing.知道非常非常针对今天的比赛，真的非常开心。那各位队队每位队友都是团结在一起，那一路跟在那最后。那也要谢谢俊秀帮他拿下这支全垒打，拿下胜利。